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，礼遇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，礼遇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，礼遇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047页啊，1047第一行。课题：心三光明第12章，请看经文。其第12佛名无上华，必有无数诸菩萨众，皆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一层供养无量诸佛，具大精进，法趣一真。于七日中，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四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前面六局是一个佛场，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，第12个佛刹了，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，说明菩萨求生净土，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，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，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，啊，所以这段经文是康僧铠本子里面的。如果要参证唐译，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12佛，应该指的第12佛刹，
啊，前面是举十一个火场，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十二个佛刹里面的佛陀。啊，例如为其第二佛名宝藏，唐以的则为宝藏佛国。啊，五种本质合起来看就了解。啊，佛说的第二尊佛是宝藏，唐以的是宝藏佛国。啊，那么有这个例子，这个地方也是。第十二佛刹，说的详细一点。这个佛刹里面，往生之德，数量是无数，菩萨中，什么样的菩萨？不退转的菩萨，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。啊，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，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个些叫不退转。不退转，在一般说起来，他修行的境界是真正真的自信，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。啊，没有证得圆满。圆满要七地以上。啊，像在中国古代，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。啊，在净土中叫做礼义心不乱。啊，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一个境界。啊，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。他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哪里？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，最高的常寂光土。啊，那是究竟圆满成佛，很难得。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根本无明破了，七地以上，七地以下破了无明。还没有圆满，无明确实是破了，
还带着浓厚的无明习气，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？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，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，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其实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化身，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了。啊，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，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，那就是指的圆满。在常寂光净土里头，不是在十宝图净土，是不是易行道啊？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这部经啊，极乐世界的说明书。说得很详细，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，怎么成就的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，他老人家发48愿，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，不愿意见到苦难众生，修行经历三个阿僧祇劫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虽然说是易行道啊，也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八个宗派啊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，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，以居士论修行，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，南传是小乘啊，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，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，这八个宗派大乘教啊，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，其他纯粹是大乘。任何一个宗派成就，用禅宗的话来说，都要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有阶级的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。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，51个位次，跟读书一样啊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
从一年级到十年级啊，所以十信位的菩萨，佛教的小学没见性，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佛教的中学有三十个位次，啊，再往上去登地，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初地菩萨，那么有十地。十地圆满，证得圆满法身，成究竟果位的佛陀，我们称佛陀。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，不容易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实际上不止八万四千，是形容数，形容且多，实际上法门无量是圆虚，法门是无量的，什么方法都能成就。最成佛，我们讲这叫佛法。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？能啊。我学了这么多年，悟了一桩事情，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，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。为什么？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但是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。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，成佛是智慧开了。这什么智慧？持戒大方，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面学来的，只要开悟就行了。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，你开悟了，没有圆满菩萨。没开悟凡夫，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修行无界十善，上品十善天道，中品十善
人道，下品是下阿修罗道。如是因，如是果。业因果报是真的，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就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啊，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因果教育，圣贤教育。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，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啊。你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人怎么样？他自自然然的修善，不造恶。啊，为什么？至少他想升天呢，天的寿命长啊。通常我们讲桃李天，六道里面天有28层呢，一层比一层福报大，寿命长啊，最高的一层寿命80000大劫，我们无法想象啊。佛的话真话，决定没有妄语，决定不欺骗人啊，句句都是老实话。所以升天要真修身啊，真的这个果报你会有如愿以偿。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，宝藏之国与12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。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，智慧勇猛，一层供养无量诸佛。法趣一真，于70种皆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。这些菩萨皆当往生，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。佛在此地列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呢，啊，这是什么人？化身菩萨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都住在10宝庄严土，不是凡身同居土啊，不是方便有余土啊。啊，他住的是10宝庄严土，10宝土，通常我们也叫他做法身菩萨、法性土。法性是真的，
除了发心之外是变化的。啊，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，只有发心土是自心所现的，其他的一切报土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。啊，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性，所以明心见性，你的障碍消除了，智慧显现出来了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持戒他方，包括一切诸佛刹土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唐朝时候，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，啊，他有坛经，流通很广，喜欢读的人很多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，谭经理说得很清楚，他开悟了。五祖要传法，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业。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，把禅宗传到中国来，慧能第六代坛经不能不读，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那种根性，学不成功。啊，学什么最好呢？李炳南老居士教我，净土宗最好。他保证你成就。啊，现在有一个好例子，好榜样，海贤老和尚。我们这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，海贤老和尚。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，也是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他20岁出家，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，换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，看中他了，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，秉
性好，一般人比不上啊。这是指什么？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，听话的人啊，老实听话正干，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，他也成佛了啊。在净土中不叫成佛，理一心不乱，净土念佛有三个阶层，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，你要念到功夫成片，你决定得胜啊。有功夫成片的，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，或是梦中，或是定中，阿弥陀佛来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，还有多少年，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你就踏实了，真相信了，不是假的。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，大概得三年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，没有杂念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就这个念。他20岁，师父看中他，给他剃头，只传一句话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一生就一句佛号。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功夫成片，再向上提升，就是四依心不乱。四依心不乱，相当于阿罗汉，大概要5年到10年，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片。30岁可以达到四依心不乱，等于阿罗汉啊。40左右，我估计他的理依心不乱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，他成佛了啊。可是他老师传他佛号之外，还有一句话交代，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什么叫明白了？这话很含蓄。明白的是呢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跟慧能一样。啊，是不认识，
你把这个经讲给他，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。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。为什么？自信智慧关照，不是凡人的，等于这佛菩萨再来呀、啊！啊，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“无师自通”，他自己通了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，深层体会到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，换句话说，都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，他来传教。那是这些传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啊，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，没有机会见过面。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？啊，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啊，这四条都有。啊，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，啊，成为五戒，啊，都说啊，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，那相同的，戒同的，定同，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清净心是真心。真心理念啊，真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。用佛法来说，他们都是佛陀。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？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，宗教核心是仁、爱、慈悲。仁慈博爱这四个是所有宗教的核心，你在经典上都找到啊，神爱世人，佛法讲大慈大悲，悲是八众生之苦，救苦啊，悲是救苦，慈是娱乐，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！啊，帮他离苦，那就要教啊，教他了解事实真相，他就能离苦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，你把假当真，错错在真，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。梦幻啊，泡影，梦醒了，知道是假的，
不再去想它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孔子、老子如果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佛陀，同样的道理，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，中国人叫他圣人。啊，称他为老子，称他为孔子，其实一回事情，那都是真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们来传教。啊，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，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。啊，他说，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。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，这他说的。没有宗教，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。这是真的。他说，地球上这3000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中国一个。那我们用他的逻辑来说，能讲得通。中国的文明是3个宗教做基础，儒释道啊，不是一个啊，一个就能传下去。他不是一个，有3个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用佛教的话，3尊佛在教化中国人。我相信孔子、老子、佛陀，他们是同一个境界，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。不是凡人的啊！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？宗教用中国字来讲，好讲啊！中国的宗有3个意思，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。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3个遵从的，尊重、崇高啊。教也有3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2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？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从的教化。这2个字的意思好啊，现在造成重大的误会，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，迷信。宗教是真实智慧，怎么会是迷信？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，你不能说错，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，古老的宗教不迷信，开智慧，
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从哪来的？真心。真心里头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，只有智慧。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，大家都相同，都一样。所以佛在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是假设的，是真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希望你用真心，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，啊，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解最长的时间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人老了，中气不足。啊，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。啊，很抱歉。这也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告诉大家，人生是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。啊，这是无法逃避，一定要承受。啊，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。为什么？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，稀有难逢啊！什么条件能往生？只要你真正相信，对他不怀疑，相信西方，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，不是地球的西方，世界的西方。啊，至少你要了懂得科学里的教给我们，不是这个太阳系、银河系，而是更大的信息。真有极乐世界，不是假的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真心。切愿，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，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，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。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图，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，我们也真心相信，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，能不能去？能去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好不好？好。多少人问我，法师，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，你就满意了？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，我就满意了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，一对一的教学，这个机会到哪去找？第二个理由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他也是无量寿啊。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。
这一本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，我手上握的这部保证书啊，保证我往生，我依教奉行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他往生112岁。啊，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？阿弥陀佛劝他的。本来他应该在40前后应当往生，跟阿弥陀佛见面，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10次以上。佛劝他多住几年，别着急。为什么？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，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，像他这样决定往生，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，顶多25岁功夫成片，再加上5年到10年吧，事业幸福了，再加上个5年10年，理也行不乱。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，他得理也行不乱。得理也行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。不是普通菩萨，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菩萨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注意就晓得了。啊，再跟你说，跟佛陀一样，他成佛了。啊，跟中国孔子、孟子一样，老子、庄子一样，无师自通啊。我们必须要晓得，晓得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，我再念一遍啊，经文的第2行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具大精进，发趣一尘，于七日中皆能摄取，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是等菩萨皆当往生。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。坚固之法就是指幸运之念，专指这一法。摆在我们面前，海鲜老和尚做了好最好的榜样，
这一句六字红名是坚固之法，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坚固之法，功德超过一切经。人一生最难的机会，你有没有缘分？我们今天遇到了，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机会，太殊胜，太难得了啊！所以要把握住，决定不能是丢掉。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，在学校听老师讲的，宗教都是迷信，先入为主，根深蒂固，不相信。记得在26岁的时候，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。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我听了之后很惊讶，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你，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大乘经典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样入门的。现在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大乘经典是量子哲学的最高峰，我有理由相信20-30年之后佛教不归宗教，归哲学了，归科学，科学的登峰造极，哲学的登峰造极。佛法的前途跟中国一样，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显著了，会变成一切大众一生所必修的课程。必修课程里头，一生保证你成功的，就净宗法门。这一句佛号可不能怀疑，极乐世界真有，经典上举这么多的菩萨，在这一篇经里面，给我们做榜样啊。给我们做模范的，我们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得人生？记住，三途堕下去，再出来5000劫，你变成什么样的人？你在得人生，得人生愚痴啊，造业啊，得人生再得堕三途啊，麻烦可大了，决定不能干了。我劝勉大家要求
啊，我学经教，讲佛的经教58年了。啊，现在我了解，啊，顶多我还能讲2年，啊，我能讲60年就不错了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所以，现在我要找的后继有人，不能让他断下去。啊，我要找接班人。啊，要把佛经讲清楚，讲明白，特别是这一部经，净宗法门第一经，啊，这一部经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的那个本子，是他讲经，他的笔记就写在四周经典的四周围。啊，我叫做梅柱。稀有难逢。我们遇到了，怎么可以放过？世间法要学。帮助度众生，真正要学的是这部经，是这个法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